我老婆之前同我 B B 同得好地地，系你叫佢成日瞓喺张床度，搞到佢而家个 B B 冇咗。佢委托咗律师行，话你嘅医疗疏忽令到孙小姐流产，佢会采取所有必须嘅法律手段，向你追讨孙小姐蒙受嘅人身伤害赔偿。龙本坊25周年呈现，你好，我的大夫，今晚8:30，翡翠台。